王一博祖传冷笑话。刚才啊，有一只苍蝇飞到我手上，我正准备拍死它呢。他说：“你先别拍我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能不能对我唱一首生日祝福歌？”祝你生日快乐。就是有一天，一个蚊子突然飞到我手上，然后我正准备拍死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先别拍我，先别拍我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能不能给我唱首生日快乐歌？”一闪一闪亮。不对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我唱错了，对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对，你们听过一个冷笑话吗？有一个蚊子突然飞到我手上，他说：“今天是我生日，可以给我唱一个生日快乐歌吗？”就有一个蚊子飞到我手里，我准备拍死它，说：“你先别拍我，今天是我生日，能不能给我唱一首生日快乐歌？”时间在推。